他来了，来吧，让我们欢迎任嘉伦。Hello, 好久不见，哎，又见面了。来吧，跟大家先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任嘉伦。欢迎嘉伦，哇，帅气的新国王子，您好，您好。哎呦呦，应该是这样，这样。欢迎欢迎，来，有请嘉伦。哎，其实说到了这个见面啊，这一次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了，又是全新的一次，因为是在生日之后的见面啊。哦，对对对，对不对？先来恭喜一下，生日快乐。晚了半个月的祝福啊！谢谢。哎，但是今天要说到的是，除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在直播间里去这个好好发挥一下新的这个应该叫做环境啊，因为是科学环境，今天是科学的一个感觉。当然，开场家，我们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是吗？这份礼物我觉得很独特，来吧，我们送上一份小小的见面礼，一个小河豚。为什么会有这份礼物？为什么呢？各位家人们，我们回忆一下。每一次我们说完祝任嘉伦生日快乐，嘉伦要吹蜡烛，但是说你吹蜡烛的时候就像小河豚一样，你有印象吗？是吗？是因为鼓吗？对，你不是这个问题？难道涛哥你吹一下？你吹蜡烛，你是这样吹？没有，你是这样吹吗？不这样吹吧？对，都是这样的吧？对，而且他们做了个九宫格，很有意思，说九只小河豚，这还能做九宫格？所以要送给你们，就是哪有那么多次？反正大家截图了很多你吹蜡烛的这个场景。好，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见面礼。既然说到了这个见面礼啊，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新的一岁了，新的一年了，对自己有什么新的期许？好问题。沉淀。沉淀要在五月份进行啊，就是还是希望自己可以能先身体健康，然后平平安安，然后就希望自己能再成长一些，自己的能力再强大一些吧。这个在这个众筹各族是吧，一起来、这个打怪啊，升级，让自己不停的去让这个前进的道路上所向披靡，是不是？好。既然说到了新的一岁了，当然我觉得今天来到欧诗漫的直播间，还是要问一问，在这个最近的拍摄当中，在护肤过程里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小的一些心得或者小的一些困扰出现？心得，我反正现在就是非常依赖面膜啊，依赖面膜啊，依赖这个补水啊，补水修复比较依赖，所以就是最近可能，近几个月的时间就是可能。有些事情一直在忙、所以有的时候休息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可能好像上次我也说过，就是我可能要每天都要做面膜，对，然后就在这方面反正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比如说拍一些这个穿着比较厚的衣服站在雪里的感觉啊、这个皮肤比较干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哇对这张照片啊也得是大有来头是不是哥知道的太多哎上次其实在这个烈焰的时候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个在雪里面哭的场景啊你当时跟我说这个我不能透露但是大有文章我现在明白哦明白了吧原来是我提前说了我还原来是堆雪人啊所以这一张新的照片也是非常有、大有文章吗？哪一张？就是那张小始发的，然后背对大家，穿着那个厚厚的大衣。哦，那个确实也是大有文章。哦，也是大有文章。也不能说呀。小黄要指点江山了，开始。就是反正就看吧。可能刚打开就看到了。真的、这个是比较靠前的造型啊，这个剧照啊。也许吧。也许吧。好嘞。满意吗？好，满意，满意吗？各位满意吗？你们满意了啊？好了，第一个问题，这个公布了啊，公布了。OK， 好，既然已经送了一份福利给各位了，那接下来来吧，我们就回到正题了。今天我们的嘉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谁呢？是我们的精准养白，你就是科学家。哎，科学家，没错，就是我们今天的嘉伦的任务啊。既然说到是科学家，是在我们的实验室当中进行，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各位跟大家一起来探索欧诗漫精准养白的新成果，也要通过这样一个科学家的身份，让嘉伦为大家谋更多的福利，好不好？你知道来了欧诗漫直播间，每一次都要有些小任务，任务一旦完成，我们就解锁福利，直接送各位。必须完成，必须完成是吧？必须送。你 OK 吗？今天新的一岁，我相信更有能力。你 Q 的有点压力比较大是吧？又是新的一岁，又是新的一年，就是然后又之前都成功了，就这次那这次肯定就我觉得福利翻倍，肯定比之前还更厉害，还容易福利更多一些。对，我觉得福利翻倍啊，那必须的，是不是？就是我一会儿，涛哥说的所有的福利都要翻倍。
不是已经翻倍了，是即将要翻倍。新的一岁挖坑的技术更厉害了，真的是。好，这个呢，我们慢慢聊啊。但是紧张的满头大汗。我们先来抛砖引玉一下，在你的左手边，哎，那边准备好了。来，我们移步一下到这一边。这一个是我们今天这个开始探索之前的新的一个叫做。好嘞，哎，新的探索，这个探索完成之前，我先擦擦汗啊。为什么要流汗？真的是毕竟是面对王子啊。哎呀，嗨，今天我们在这边准备了一些跟你相关的关键词，你需要从关键词当中选出一些可以组成一句话的词语，放在我们这边的这个我们的磁吸这个上面，这是个磁吸冰箱贴。这是个冰箱贴。这是个冰箱贴。哎，你先不用抠下来吧，一会儿我们再讲它啊。好好好。来给你解释一下，这四个是一组词。这四个是一组词，这四个是一组，这四个是一组，每一组里挑选出一个词拼成一句话。哦、啊、我刚刚还以为两个两个组呢。啊，你这个我们四个一组，然后每个四个里面选一个词，看你选成什么词。比如说啊，这个啊，要不要吃水果啊，要不要爱喝一些这个蛇草水啊，或者是碳水啊，或者是护肤打卡呀、啊、或者片场小喇叭呀、啊。哎呀。你可以选择就直接贴在第一个，可以贴上去，或者你随便选也可以，就组成一句逻辑通顺的话。哎呦，真是贴的。我们贴一个，选一个可以贴一个啊，选一个贴一个是吧？对。好，每天认真，每天认真护肤打卡的精准养白科学家，精准养白科学家。好，随便位置都可以。好，然后接着再来。精准养白科学家，探索扮演感谢期待，选一个。哎呀，感谢吧。感谢，感谢。每一位，感谢，接下来，感谢，感谢，好，每一位家人，哇，真的是上来就是走温情系的哎，那我们就聊一下你没有选的词吧，你要不要把这句话完整的给大家读一下？就是每天认真护肤打卡的精准养白科学家，感谢每一位家人，哎。科学家是谁？科学家就是他。然后呢，感谢每一位家人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好，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小小的互动。嗯，那我们就聊一下最近有吃水果吗？哇，最近啊，就是最近我真的已经比以前吃水果的频率啊概率就高多了啊，一周多吃了两次。也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小事的督促啊，对，每天都在说一定要让哥哥吃水果，所以我身边的人都在为这件事情而努力努力着。对 ，OK。碳水，所以我最近真的。我也第一次尝试了很多水果，就在最近，比如说就是有我之前从来不接受的蓝莓，哦，我现在也接受了。哎，蓝莓其实对眼睛很好喽。对，我以前不接受，我不知道吃它的一个作用所在。我知道作用了，但我不知道图什么。哦，对，我不知道，就那个味道吧，可能。但现在感觉哎还不错，对对对对对。然后以前那个车厘子啊、大樱桃，我也不是特别尝试的。现在觉得哇，现在就吃了，因为给我讲里面含什么什么什么，对我什么对对对有健康的很有用。对，所以我就吃了。哇，嘉伦是一位可以喝下这个东西的人。现在这个有点像打广告哎，这个都已经让你带出了国门了，好吧？是吧？就是我的概念是这样，比如说。哎，真的有点像打广告啊！就是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对不对？体验一下了，反正对身体好吧？我觉得好吧，这个就是大家随意喜欢的就喜欢，不喜欢的减性的嘛了。对，好 ，OK， 来吧，我们先坐回来了。哎呦，放过我了，上面不说完成了第一个小小的这个热身挑战啊。好，这只是个热身啊，热身开始呢。里面其实有一个词你没有选择，叫做大佬级收藏家。哦，你是不是还没聊到那儿吧？大佬级收藏家。但是呢，这个收藏家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呢，我们的欧诗漫推出了很多新的周边。我们呢要送上一个小推车给你，这个小推车有个作用，你先听我讲。接下来呢，我们要用你带着小推车在全场寻找一下新的周边。我以为你让我坐呢。啊，坐在里面吗？现场有人拿这个就坐了。这我们还是建议安全起见啊，这个装备比较好。好好好。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你带着小推车在现场找一找全新推出的新的周边，跟大家一一解锁。好，我在现场找这个。啊，这个还真不是，是不是。接下来来吧，全场找一找，我们现在开始出发吧。周边，如果你找到的话，解锁一个，这个不算福利，这个不算。我现在就是全场找周边。我们要移动起来，今天这个直播间就是你随便移动，从哪上天入地都可以。从这儿开始啊，从这儿开始。我提醒你一下，要不要看一下这个墙上，它好像有一个不大一样的地方。这个不会打穿了过去是不是？啊，你可以把它撕开，其实不用那么的，就是我们不用这个还能撕开啊。哎。
哥，哎，这个是你确定不让我打穿？打穿也不大，我帮你关。哎，哦，哎，哦，确实啊，确实，确实。好嘞，好，里面有个小小的周边，是不是他？是他，就是他。咱俩有点像玩一个游戏，是不是他？当然了，当然是他。他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新的周边，叫做 Lomo 卡。Lomo 卡。好，具体是什么样，我们先放在小推车里，一会儿那我就收藏了啊，回去再介绍。收藏家。好，接着再来吧。那我是不是要一个劲儿的摸？啊，墙上估计就哎，墙不用拆墙，这样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不用拆墙，不可以，不用拆墙，不用拆墙。我们再往前移动，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个也拆不下来，好吗？咱们就是墙就到此为止了。有一个非常哎，这个吧，这个太明显了。哎，对，难度就没那么大了，对吧？对，这个是我们的新周边，叫做实木相框。实木相框。对，一会儿怎么样让它变成不一样的百变相框？我们先放在小推车里，好，一会儿再介绍。好，好了，两个了。好，接下来科学家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啊不，就是左边，对，真的是有难度的地方都不会有、这是不是在科学家的背后，是不是有些大有文章呢？科学家那个的背后是不是大有文章？你可以看一看。哎呀，哥呀，是他吗？哎，你打开看一下，那个是什么？哟，哎，都不用我打开，他来找你了，都已经。这个是一会儿好好讲一讲的。这个是一个全新周边，叫做我们的勋章礼盒。他是把2023年你四场参加欧诗漫的直播的高光时刻做成了四个勋章造型。哇，很有心，很有心。对，很用心，是不是？而且这个真的一会儿好好的聊一聊，每一个背后都有着很多跟家人的回忆。哇，好，好，这个先放到小推车里吧。三个了，还有，还没完，你接着再找。接下来这一个，我觉得哇，有好多嘉伦在现场啊，好多嘉伦呐。就他吧，这两个是一个吗？这两个是一个，对，没错。贴纸，这是我们的贴纸，哎，这是一套啊，这是一套，哦，一套，不同的，是一套。这就是我们全新的新的造型贴纸。好吧，这个也可以放起来。新的造型，对，可以放到小推车里。大家可以用贴纸 DIY 各种各样不同的造型。还有一个，这个、呢还有一个吗？还有一个，这个你要不要看一看？其实，在你的老朋友跟你同色系的一个老朋友背后，有着不一样的、这个，有着不一样的你。是他吗？对，这是一组我们今天的透卡系列。这个卡片呢，一会儿有个特别的设计环节，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嗯，好了，好，也放在我们小推车里吧。好。那就完成了，好啦，就完成了，来吧，嘉伦回来喽，回来了啊，回来吧，哇，好帅气，像推着登机箱一样的机长的感觉，哎、哇，好，满满的一箱子这个我们的应该叫做周边收获，但接下来其实我们要介绍的第一款，刚才你就见面了，你跟大家说，哎，这个看起来很实用，在你的那一边啊，哎哎，什么，在旁边那个，这是第一个要介绍新的周边。刚才你在上面这个，对，这是我们冰箱贴是吧？这是我们的一个磁吸冰箱贴。你不要以为它是看起来像个白板一样，其实，哎哎，你还真的把它撕下来了。对，哇，只要是在有这个金属的可吸磁铁的地方，它都可以把它吸在上面，并且呢，这一个上面呢，其实它还配了一个我们的油性笔和可擦的板，它和还有一个板擦，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反复利用的一个应该记事板一样。然后上面有一句话，你要不要读出来？你我没有挖坑，这个上面是这不是你说的吗？旁边画的是嘉伦说出来的话呀，真的是公主请早点睡觉，晚安。哎哎，公主们收到了、okay。 这个时候呢，你要不要在这个记事板上留下一个你自己想写的一个特别的关键词，或者是一个想写的对他们的回复？哦，回复，对，因为它其实是个白板一样，你平时在上面可以来写一些比如说你的护肤打卡计划呀，或者是你的工作计划呀，都可以。嗯，好嘞，好好，可以啊，好，好，好，行，好，这个希望大家每天都好啊，尤其是皮肤美白要变得更好才可以。嗯，所以呢，其实这一个我们的冰箱，磁吸冰箱贴，它就像白板一样，平时你可以在上面记录一些，比如说你的这个护肤计划呀，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的工作里程啊，都可以，很实用的一份周边，好吧？那接下来，原来这是个周边，那我不装进去。这其实可以展示它、哦、好吧，就展示它就好了。所以呢，其实对于你来说，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护肤的一些计划？其实护肤是要有计划的。计划对，什么比如说每天我会，比如说每两天我会使用个面膜呀，或者是我这不是天天使用面膜、啊、天天使用面膜，现在就是洗完澡之后就必须要贴一个面膜，要补补水，睡前是不是？对，必须
其实依赖了自律嘛，这就是自律。是自律。大家会说，其实嘉伦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其实护肤也是需要自律的一个过程。只有每天形成了规律、自律之后，你才能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好。好吧，如果说想要得到刚才介绍的我们这一款我们的磁吸冰箱贴的朋友们，就在我们的组合一还有我们的组合三中都有。那比如说我们的组合一呢，就是皮肤没啥大问题的家人们可以去冲的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真白银组合精华。这一个呢到手是160ml的精华，券后价是399.9元。那组合三啊，组合三这个呢同样里面也有我们的磁吸冰箱贴，它呢可以说是对于我们皮肤敏敏的朋友们可以去冲我们的组合三安心小白管，399.9元，到手是120支。那当然呢，其实要说到这个冰箱贴呢，我觉得很实用，每天呢可以变成护肤计划，你完成一天打个勾勾。而且对于我们家人来说，120支就代表着这一个季度你可以了，因为早晚各一支，那用这一个季度来说，就让我们的安心小白管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又美又白并且又健康，好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小推车里的这个周边了。我们来先来讲第一个好不好，第一个这个吧。哪一个？就啊，来，贴纸。贴纸，这个贴纸呢是一个全新的造型的贴纸，第一次跟大家公布的，很帅气耶，是吧？其实你说以前还是现在？现 every time every you 可以啊，每一个你哦。好了，既然说到了 everywhere， 我们的贴纸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你知道吗？比如说你看我这边我们自己就 DIY 了一个手机壳，就可以把贴纸变在上面。因为呢其实有时候贴纸会有一些磨损啊之类的，那这个呢其实它量很多，比如这个可能有点磨损啊，你说舍不得，不能让这个嘉伦的样子我看不到，不能模糊，把它就可以撕下来换一个新的，再换一个新的，对，就可以自己变成一个 DIY 贴纸，而且量很足，这是一套。OK， 这是 DIY 贴纸，你在你工位上也好啊，像我也是的手机壳上也好啊，冰箱上也好，你任何想让嘉伦出现的地方贴上去，挺好，挺好。对，各位，所以接下来如果想获得冰箱贴的朋友们，来我们的组合二当中就有我们的定制冰箱贴。那当然呢399.9元就可以把我们的真白银水乳精华和洁面在我们的组合二当中一网打尽了。那我们的美白组合呢一步到位，不需要再搭配别的组合。所以说呢，如果说不知道给长辈选什么的话，这样一个组合也是非常好的，送给比如说妈妈呀和家里人也是非常棒的。组合二里面有我们的真白银水乳精华、洁面，还有嘉伦手里的我们的定制 DIY 贴纸都在我们的组合二当中了。好，我们加快速度，接下来还有加快速度，来来来，加快速度，要赶快送福利了。介绍完就送福利了。好，下一个，哇，我们来看看是哪个呢？我觉得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也是第一次出现的。我第一次，这是我们的叫做小透卡系列。小透卡，对，因为它其实是可以，它是半透明的。嗯，你知道这个透卡设计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大家可以带着它去任何一个风景里面，把它，比如说放在拿这一张，比如说。哇，我今天这风景好棒，我要跟嘉伦合拍，我要合照合拍一张。啊，是这样的。哦，这个景深我跟你讲就变成了拍出来照片，比如说前面拍我就变成跟你是在同框。哦。各位回去来感受一下，他们你知道透卡呢，就是你可以跟我在不同的地方一起看风景。哦，哎呀。你看是不是天涯海角我都要带你去，带着谁？带着你。哦。好好好，既然说到了这个，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哎，其实是一个很浪漫、很幸福的感觉？不好意思，哥，我刚才自己沉浸在里面，可还行？我刚才试这个卡。好，接下来既然你想尝试一下，那来吧，我们现场你准备了一个大卡。这干嘛？把这个来，这个可以先放起来，哦、那个是大家收到的、哦这个。这个呢，我们现场准备了一个非常大的同框的，跟大家一样的。哎呦，我的天哪！来吧。我们可以这个示范一下，比如等同框来啊，两个人耶，这是同框照。嗯，你接下来我帮你拿一边，你可以在里面留一个空，对，留个空让大家截个屏，每个人家人都可以给你来同框。好，准备好啊，我撤手了，准备好看证件吗？三二一，快来截屏。哎呀，好了，哎，这个哎这个大的，对，好，哎 ，OK， 可以了，哇。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在疯狂的，我的手机接了，他们都想了后面拍什么，后面 P 什么，对，请坐，他们后面应该是各种各样的说，嗯，那可能就我拍的那些风景照就往上放，往上放，哐哐往上放。好了，刚刚呢，其实要说到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互动，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有些留下一下自己的这个应该叫记忆，是件非常棒的事情。比如说刚才那个同框照，如果你想获得的话，怎么样获得呢？
来我们的组合五，嗯，这个是我们全新的一个系列，叫做控油美白套组。其实要说到了这一个我们的套组当中呢，是包含着我们的油皮水乳跟面膜泥各一份。尤其在天气热的时候，你像我就很适用它，因为爱出汗就代表着油水油平衡被打破了。那这个套组里面呢，我们的油皮水乳跟面膜泥可以让你的皮肤控油，并且健康的美白，限量400套。喜欢的朋友们，并且是油性皮肤的朋友们，去冲我们的组合五，还有嘉伦手里的小豆卡也在当中了。好。哦，组合五现在变成了我们的冰箱贴了，是吧？哦 ，OK， 那我们的小豆卡也在组合五当中吗？是不是换成了我们的冰箱贴？哦，好，一会儿小豆卡在哪里出现？我们稍后告诉大家，埋一个伏笔啊。好，好了，介绍完这个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换下一个了。来来来，这个吧，小豆卡现在可能要埋一个伏笔。那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个卡片，这个叫做 Lomo 照。Lomo 照。好嘞。OK。Lomo 照其实你要不要打开看一看 Lomo 照呢，其实它是用 Lomo 相机拍出那种一次性成像的照片，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小的卡片。哦，这个卡片呢也非常的有意思，而且里面呢其实用的造型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你每次在欧诗漫出现的时候就是白色的，像王子一样，非常的这个像珍珠一样温润如玉的感觉。然后每一张 Lomo 卡背后还写了一段话，你要不要从当中选一段话？选这个吧。这个好，这个分享一下哦。这边还有照片不一样，哎，照片是不一样的，话也不一样。这个背后写的是专业有坚持，温润有力量。哎，这也是我们这个欧诗漫的，应该讲说一直贯彻的这个精神啊。嗯，好，这一张，接下来既然是你的选择的卡片，我们就把它 DIY 一下，放进去。新的手机壳，来，你放在这一边，把它放在上面。这面还是这面？你随便，自己 DIY 都可以。然后，好，各位。你拥有一个透明手机壳，把它扣起来。新的手机壳来了，你看，我跟你讲，可以各种换。对，你可以把它，比如说放在手机壳里变成一个新的手机壳，或者把它放在你的工位上变成一个天天见面的好朋友，放在各种地方，三个造型，三个祝福。你还可以贴这个在上面。哎，厉害！比如说，我们拿一张下来试试，小的这个，拿一张。我帮你撕下这张，那个有点那个大嘛是，对，我们从里面从可以的新的里面可以的越可以的啊、哦、这有这可以可以，哎呀我竟然直接给他撕了，哇你真的太厉害了、啊，这是哪一届呀？这叫做神力界，好好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周边的联动啊，刚才那个 DIY 我们的贴纸跟我们的 Lomo 卡也变成全新一个手机壳，哇这个好帅哎，哇想拥有，想拥有怎么拥有，就在我们的组合四里面就有，好吧。来我们的组合四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叫做安心焕亮系列，它呢也是个全新的系列，它对于我们敏敏肌的朋友们来说非常的有用，因为呢在我们的安心焕亮系列当中是我们的水乳两套装，各位如果你是敏感肌的朋友们，可以一套给自己，一套给你这个敏敏肌的闺蜜来一下，两套的券后价是只要399.9元，这是全新的一个组合，叫做安心焕亮。如果是敏感肌，尤其在现在的换季的时候，如果你的皮肤有一些敏感的朋友们，这一套可以让你的皮肤又维稳并且呢又美白，好吧，记住在我们的四号组合里面就刚才我们的 Lomo 卡作为赠品给你哦。好啦， Lomo 卡介绍完之后呢，我们要再来就还剩两个了，哎对，介绍另外一款了，这一款是它吗？对，相框，这一款叫做实木相框。其实呢实木相框也有一个联动的一个作用，就是它是可以拿出来的。嗯，来，懂了懂了。哎呦，它在后面，它在后面，你看我一拉开，哎嗨哇，天天见。接下来其实里面这一张我们的照片是可以拿出来替换到所有不同的周边的，都可以换的。对，比如说那个小偷卡可以放一张在里面，可以换它。对，真的各种各样的照片周边或者是你自己喜欢的照片都可以把它放在里面。可以了，可以把它放在里面。来，哎，这就变成，哎，这张照片放在里面好帅啊。那这张这张和这个一样的，哦，对，这两张一，这张哇，另外一张是完美哎。那这张，这张叫做哇，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无法形容。
总而言之，你自己 DIY 就好了，就是那句好，就是他写的。今天嘉伦所有的答案就是好，你自己 DIY 就行了。好，这是我们的实木相框，各位，这一个呢，其实呢，也今天我们所有新的周边就是主打一个可以联动，嗯，你可以各种各样的自己去 DIY， 各种各样都可以。这个放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 Lomo 卡也好啊，这个我们的小卡也好呀，包括贴纸也好，都可以放在里面。所以今天这个比较好获得，好获得啊，只要在我们直播间单笔支付。实满299元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相框一个了。嗯，当然呢，我们的相框还有徽章，接下来要好好讲一讲。299元是我们的徽章，下一个升级的就是299元是我们的这个相框，升级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重头戏徽章了。来吧，这一个我跟你讲，我今天在看周边的时候，我当时我的就是哇，怎么惊叹了？真的哇哦！来，打开之后。满满的回忆，那上面还有一层，对，上面这一层是剪影，然后打开之后就是内容。哇，这四个我刚才介绍了，每一次直播，对，是不是第一次你要不要？我们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关键词，珍珠爷爷、这个、啊，嗨、哎，珍珠爷爷是这个关键人物啊，这有一个关键话啊，你说下面这个，对对 对, 对，我以为你说这一场有什么关键？这场里面珍珠爷爷是关键人物，对对对，啊、嗯，这是与嘉伦的时光漫鱼对漫玉，对、嗯，这是第一次嘉伦跟欧诗漫直播间里遇见，嗯，应该是去年2023年年初的时候跟珍珠爷爷的见面，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一场，嗯、而且珍珠爷爷大家还有很多很温馨的画面，给了你很多的祝福，感觉就是一个太棒。对，开榜，这是第一次开榜也在那一场、嗯，然后接下来到了第二场。第二场，就是最佳答案。最佳答案，嗯，就是我后面的这个。对，那个时候是甄白英的小玩偶盲盒出现了。对对 对, 对，对吧？那次甄白英可以说也是很可爱。然后下一场，然后第三场是爱是漫入佳境，这一场比较有意思，互动特别多，七夕专场那一次是、啊、打伞的那次，打伞猜灯谜。然后第四场是发光吧手艺人，发光手艺人，对不对？那个是有一个充气的那个桃心气球，嗯，上面就是让大家去慢慢的要这个要了解，其实有些事情需要去坚持慢慢来，嗯，比如说就在我们 TVC 里，嘉伦还问了两个问题，那接下来是不是又要很长时间呢？那是不是会很难呢？所以慢慢来，慢慢来，就会慢慢让自己发光，像珍珠一样，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可以说带着嘉伦还有家人们在、嗯。2023年的回忆，嗯，这个勋章，这是23年的了，23年的，24年的还在赶工当中。当我们到25年的时候，又拿出了徽章，哇，所以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的24年。那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类型。今天的关键词就是给涛哥挖坑。啊、嗨，那这个不能挖坑了，这个想得到徽章，我们是没有坑的啊。这个徽章呢，满满的仪式感。嗯、当然，怎么样获得徽章？也很简单，在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单笔实付满499元就可以获得完整的一套。我们的徽章有四个，这四个徽章当中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都在当中。嗯，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想得到冰箱贴的朋友们很简单了、嗯、在我们的组合一跟组合三当中有我们的冰箱贴，刚才说到的这个像这个小白板一样的在嘉伦旁边的写了个大大的好、嗯，在我们的组合一跟组合三可以去下单，就可以获得我们像小白板一样的磁吸冰箱贴、嗯、当然单笔实付499的朋友们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完整的一套、嗯、我们的徽章当然你可以这个叠加来购买啊，不同的周边会有不同的机制，各位想要更多的周边的话就可以去看看不同的组合了。嗯，好的，接下来其实要说到今天呢，你每完成一个任务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奖励，这个奖励呢我觉得其实要说到奖励呢，要把这个任务完成之后才可以。第一个任务我们回忆一下，叫做找现场周边。嗯，你觉得你周边找完了吗？找完了，找完了。一共几个吧？一共很多个。对，一定找完了。有一个周边，我跟你讲，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我就是那个，哎呗，开玩笑，没有没有。然后你，我就是那个新的周边，吓死了，怎么可能？好。还有一个周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而且呢、嗯，你刚才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陪着你。哎，怎么越说越像我呀？开玩笑。哎，对了，就是这个。好，接下来他们怎么变成一个完整的周边？来，来，他来喽。这是属于嘉伦跟欧诗漫全新的周边，哦、它叫做……哎，你一开始把这个摆出来，我就知道它是周边。哎、那我们要这个玄机一下嘛。
它呢其实是一个小推车，嗯，而且呢它是一个便携式小推车，它可以折叠起来的，嗯，哦，而且折叠完之后它把你这一面放在外面，就是一个展示，像展示柜一样，嗯，所以呢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周边，它其实叫做减负小推车，嗯，无论你是这个出去露营也好啊，旅游也好呀，或者是在剧组也好啊，现场拍戏啊，或者化妆室也好啊，或者是嘉伦的这个小尺门也好啊，每一个拎它，嗯，都可以都可以，你想象一下它的场景吧。主要是我身边很多人都啊已经在用它了，推一个它，对对，大家比较方便了，可能用它来装一些现场的东西哦，啊，对，所以你看各位，这个小推车其实非常的棒。今天呢，如果说想得到小推车的话，其实在直播间里，嗯，我们再升级一下，单笔订单实付满999元的朋友们就可以获得我们这样一个小推车，而且这个小推车真的很实用，放在车里也好，放在家里也好，都非常的棒，嗯，小推车限量只有700件，说没就没了，现在还有吗？还有几个是吧，各位赶紧来下单了。当然呢，如果说你想把今天刚才嘉伦介绍的所有周边全部带回家的话，嗯，不做选择一次拥有，那就是组合六，来吧。组合六呢是我们的美白大全套，明星产品应有尽有，哦，领券下单之后的下单价是1499.9元，下单之后所有的周边还有我们的好产品都在里面了，美白大全套限量是600套，如果想不做选择全部拥有，那就去 Q 我们的六号链接，好吧 ，OK， 各位，接下来呢，既然找到了小推车，那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勋章收集。接下来，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你要把勋章全部收集回来。第一个勋章你完成了。哦，是我要收集。对，那我把这个拿走不就可以了？啊，那个是可以送给你，但是这个现场任务是要你一个一个完成，再收集新的勋章，来放在里面喽。第一个勋章，第一个完成了，好吧，就代表着今天。完成了第一个挑战，言外之意其实还有3项挑战要完成。嗯，好，好吧，懂了，懂了。OK， 还那句话，我们就是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就送一份礼物。所以今天探索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嗯，我们马上要抽出的这一个家人获得的是嘉伦的亲签海报一张。怎么样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呢？第一，首先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第二，是消费金额实付满3000元的朋友可以来点击右上角的参与抽奖。如果是你的话，稍后开奖之后，恭喜你，那就是你了。那你就要去联系我们的客服去获得这一份礼物啦。嗯，好吧。当然呢，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组合三哦。你不仅可以拥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在嘉伦旁边的我们的磁吸的冰箱贴，还可以有一套我们的回忆，也在我们的应该组合三当中。各位如果想拥有的话，就赶紧去下单组合三，两套之后就可以把这些周边一次性的收入囊中了。好，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挑战要开始了。我们既然今天开场就说到了，今天我们叫做科学精准养白，是用不同的科学的方式来进行对你的皮肤变白的一个，应该叫做保驾护航，嗯。那我们接下来有3张图片给到你，你要用你的形容词来描述一下你看到这3张图片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它其实也代表着每一个不同的肤质，好吧？来，在这一边，第一张，嗯。我先描述一下，它呢是一个树木的横截面。如果让你给些形容词的话，你会怎么描述这张图片？弹幕上我们的家人们也可以来描述一下啊。嗯，是描述这个皮肤啊，像什么？或者你看到这张照片，你就感觉它怎么样？比较干燥，比较干燥。嗯，看起来没有光泽，没有光泽。嗯，而且它是不是如果是树木的横截面，摸起来会比较的粗糙？对，嗯。这个其实就是刚才嘉伦说的几个关键词，嗯，第一个是比较粗糙，第二个是没有光泽感，嗯嗯，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其实是属于大部分人的皮肤，大部分人的皮肤呢啊，你是这个大部分，你是新国王子，那不一样，这一个其实呢属于大部分人，它叫做非油非敏感肌皮肤，非油非敏感，对，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一部分肤质的朋友们想去美白的话，你没有什么的困扰或者有什么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写出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在说什么。嗯，对于这样一部分朋友的肤质，嗯，大家的问题就是任嘉伦，嗯，任嘉伦，嗯，任嘉伦，嗯，抢周边，哎，抢周边，哎，有一位朋友提出来了，他们想这一类肤质，先别走，我看一下，他想快速美白且可以淡斑淡印。我们先记住这个诉求啊，这是对于刚才说到的非油非敏感皮肤的朋友们的诉求。好的，嗯，接下来来吧，我们第二张图片，这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太熟悉了吧？哇，这是哇，这是红色辣椒。我来描述一下，它是辣椒，而且它是在戈壁滩上暴晒的辣椒。
你的表情感觉很辣，就很热吧，很热，很干，然后它的颜色是就很红啊，很红。如果它对应的肤质，你觉得它应该是肤质的话，又红，然后呢，感觉又有点痒痒的，又会有一点这个干干的，它其实是敏感肌，就敏感，对，敏感肌就是这样子的。敏感肌的家人们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如果说在美白过程当中，你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好，我们来看一看。啊，任嘉伦，你们的诉求都是任嘉伦。嗯，好，哎，这位朋友有讲，他们的诉求是说可以温和不刺激的美白，并且呢，让他们的皮肤上的红黑色可以慢慢的褪去。嗯，我们就是这个诉求啊，这是对于敏感肌的朋友们。来，下一张图片，这一张图片，哇，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来自罗马尼亚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山谷里面的湖，这个湖的湖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呢看起来非常的浑浊厚重，几乎从水面看不到水底下的东西。如果让你看到这个图片，你给一些形容词的话，就是没有那么的清透，没有不清透啊，厚重，对，然后就如果放在皮肤上的话，油嘛，油泛油光，是这种吗？对，其实放在皮肤上就厚重的话，就是看起来油腻的感觉。那当然就是针对我们的油性皮肤的朋友们了。如果这部分的朋友们你没有什么样的诉求，其实我就是有点油性皮肤，我也有点，我怎么觉得我哪一个都有点，哪个都有一点，有点。哇，这个朋友，如果你是油性皮肤的朋友们，其实我的诉求就是怎么样可以控油的时候，让我们皮肤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油暗油暗的，因为有的时候油光上来之后反光一下，看你皮肤的肤质就特别的暗。所以这是对于油性皮肤的朋友们的诉求。来吧，既然说到了这些诉求，我们其实对应的有些不同的一些作用。你刚才说到，其实你好像感觉每个都有一点，但是其实我倒觉得你自己其实每天都在用一个，非常安心的一个我们的欧诗漫的产品，就是它，对，我们的安心小白管，这一个你应该是每天在剧组的时候都会来用，对不对？这时候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前不都用吗？一天，早晚各一支。我反正是早晚各一支嘛。它的正确使用就是早晚各一支啊？是吗？对，就早晚各一支。而且我个人觉得，其实对于他来说，真的对于比如说在出差的商务人士也好呀，或者说是这个分享装也好，都很实用，而且用起来很简单。你看，就是把它一拧，哎，对，而且是密封的，很安心。是除了它是我们的配方安心之外，它的密封也很棒。然后呢，正好是你一次的量挤在上面。没错，哎，里面就是我们的真白银好朋友，我们的精华在上面。我的手好，汗毛好重。好，没错。所以说这一个你应该是刚才你说的正确用法是早晚各一支，对不对？所以各位如果想得到嘉伦手里的这一款，他也在用的我们的安心小白管的话，你出差也好，旅行也好，怕这个带东西太多的朋友也好，这一个在我们的组合三当中到手399.9元，是120支，120支的话，也就是早晚各一支，其实可以用3个月。120支，早晚各一支，除以两个月，可以用2个月，早晚各一支用2个月。那其实呢，在因为正好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这个敏感肌的朋友们可以用它，120支到手399元，在我们的这个组合三，敏敏的朋友们可以安心来使用我们的安心小白管。Yes。好吧，OK， 既然介绍完这个安心小白管了，那我们安心的就获得了第二个勋章。我感觉这个勋章是你替我获得的。这个勋章真的就跟安心小白管的那句话，安心小白管对于敏敏的朋友们就是最佳答案。最佳答案。Yeah。 两套组合三，就是我们的安心小白管可以获得我们的2个磁吸冰箱贴，还有就是我们这一套完整的勋章。好，解锁了这一个第二枚勋章之后呢，来吧，我们就要干嘛了呢？免费的送福利吧！哎呦，来，这个事情是主要事情是吧？迫不及待，乘以二翻倍！哎，各位，马上要送出的是我们的欧诗漫热销新品免单的一位朋友了。还是那句话，要点击右上角的参与免单的朋友，看一看稍后的这位我们的锦鲤家人会是谁。直播结束之后，如果是你获得的话，不要忘记去联系我们的后台小姐姐领取这一份奖品。好，接下来，那我们既然说到了刚才。你看三个不同的肤质，我们回忆一下，有这个大家普罗大众的非油非敏感肤质，然后还有一个干的油性肤质，油的，还有一个敏感的，对不对？这三个对于今天来说，其实既然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这个应该叫做科学精准的养白的过程，对于肤质来说，不同的肤质也有不同的三个产品线出现了。
这也是我们的欧诗漫最近在做的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召开了这个首届科学养肤科学美白养白的一个大会。嗯，那这个会在大会当中呢，我们提出了三条美白产品线，适用于三个不同的肤质。接下来，在你的左边，在你的右边出现了，在我的左边，在你的左边出现了，在我的左边，在你的左边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我们的产品线。天哪，哥，你左边右边，在你的右边，右边。你要来介绍啊，你读出每一个名字，我来给出相应的产品，让大家也去认真的了解一下我们的专研的产品线。好，第一个它的名字叫做美白淡印系列，适合常规肤质。哎，那这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它。来，这一个贴上，对，你可以把它贴上去，然后大家认真的回忆一下。其实要说到了我们的白色的美白淡印系列当中，就是适用于大家说到的大部分的常规的我们的皮肤的肤质。可以说呢，这款产品里面有大家熟悉的我们的真白银的水乳，还有真白银的精华。这个里面呢，除了让你的皮肤可以在美白的时候呢，可以变得让你们的淡印、你的斑印还有淡印变白。嗯，因为里面还是那句话，有大家非常安心的真白银 Pro 成分在里面。那说到了我们的真白银套组，那真的是在我们的美白榜单上，那就是跟嘉伦一样啊，流量第一，然后呢，这个成绩第一。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是一个普通肤质的朋友们，没有敏感、没有油性的朋友们，直接去冲这个系列就好了。嗯，由内而外的去让你的皮肤告别这个暗淡、去黄，并且呢把你的斑印跟淡印慢慢的淡化掉的组合。好了，当然。白银水乳是在我们的组合二当中，嗯，下单的话可以获得我们的定制贴纸，并且呢，我们的真白银组合在真白银水乳组合在组合二，真白银精华组合在组合一当中。组合一里面可以获得我们的磁吸冰箱贴，并且呢，我们的这个组合六现在还有吗？组合六如果还有的朋友们，如果组合六还有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组合六，组合六还有四套，还有四支是吧？好。四组合六当中有我们的美白大全套，里面有我们的真白银水乳精华。如果说你想把我们刚才开场介绍的所有周边一次性收购的话，嗯，现在600套，现在还剩几十套。各位喜欢的朋友们，组合六可以去冲一下啊。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第二条线，第二条紫色的对吧？它的名字叫做安心焕亮系列，适合敏感肤质。它是紫色的，来吧，是这一个紫色，这是第一次见面吧？这个是第一次见，但里面的安心小白瓶是之前见过的。是的，是的，好吧。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条，嘉伦正在贴的紫色系列呢，它叫做安心焕亮系列。还是那句话，既然说到了安心这个词呢，就是代表着对于敏感肌的朋友们很友好。你可以在里面呢，用我们的安心小白管，还有我们新推出的安心水乳，针对你皮肤泛黄啊，比如缺水啊，还有这个容易让你的皮肤过敏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让你的皮肤强韧，并且呢屏障得到修复的话。边修边白的过程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安心焕亮系列了。嗯，保驾护航，为我们的敏感肌的朋友们边修边白啊。对，边修边白非常好。好，接下来，绿色的它叫做绿色，就是控油透亮系列，适合油性肤质。哎，绿色的来了，来，就是这一个，这一个也是全新的产品哦，全新的一个好朋友。那这一套呢，我们绿色的叫做控油透亮系列，就是如果说你皮肤经常会泛油光出油的朋友们，想告别这个油脂的堆积，让皮肤更加的清透自然变白的朋友们，嗯，就可以用它，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吸油控油，抑油多方位的去调整，并且在美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变得光感透亮的变白。嗯，好，控油的好像已经售空了是吧？啊，售空了。我刚刚介绍完就出现两个字，售罄，行吗各位？哎，但是虽然售罄了，但是功效还是要说明啊，嗯，因为呢可以说我们的欧诗漫最近真的是在这个精准护肤当中做到了非常棒的一次体验，针对于不同肤质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嗯，好了，虽然说这个介绍完了，但是呢我们再回忆一下吧，三个系列有三个不同的颜色。嗯，你说颜色，我来说功效好不好？我说颜色，对，第一个就是白色，白色大家记住关键词美白淡印。嗯，第二个，然后紫色，紫色安心焕亮，敏感肌的朋友们哦。最后就是绿色，绿色控油透亮，对于油性的朋友们来说，嗯，好。还有一句话，大家要记住，我们要做到全方位的让大家健康美白。嗯，既然说到了全方位，来，嘉伦那边挑战台已经准备好了。这真的是挑战台吗？这是个挑战台。来 ，OK， 接下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挑战互动。哇，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些神力了。神力。哎，这边其实我们代表着，你看有白色、紫色、绿色代表我们不同的肤质的产品的这个颜色哦。但是它在它们的旁上面有不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说
一黑一暗沉，哎，斑印瑕疵，这个是一红黑，晒黑不易白，这边是晒黑不易白，这不是我吗？一油暗，痘印不易淡。你手好像还没变白是吧？嗯，这光不是特别。好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你看，嗯，这些不同颜色代表着这种不同的产品。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欧诗漫就是要全方位的覆盖掉这些，把它们解决掉这些问题。真的好。所以接下来需要你做一件事，来，看到这边有个圆圈了吗？你要站在这个位置。站在这个没有那么，这不是个反光的，我们没有那么大型的互动了，就在这个互动区就在这儿了。你需要拿着相应的颜色，从这个位置把它丢过去，盖住前面的问题，代表着我们全方位的解决覆盖它。这是个游戏啊，这是个挑战。你要不、你要不我们从绿色开始吧，套圈的意思。对，就有点来，我们要不然你先试一下，先试一次。啊，这个，我们就是在尝试嘛。不是，这一开始嘛，只是试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展露它的真正的实力。好嘞，哎，好啊，我们现在有请火凤凰。你看是不是一种新的玩法？好，你要全方，其实啊，现在要开始了，来开始啊，你三次一，只要用三个把它覆盖掉就可以了。其实然后我只要用三个把它覆盖掉就可以了。一，只要用三个把它覆盖掉就可以了。其实然后我只要。站在这儿去，对，哎呦呵，我是站在这儿，他那个盖上之前我还是脚在这儿的，对吧？行，可以，好好，这是一种覆盖方式。我们看一下任嘉伦老师的第二种覆盖方式。可以、啊、还要再来一次，哇，三个都得覆盖掉、啊、三个都我们的一红黑晒黑不易白啊，刚刚那个方式用过了就不行了。哦，再想一想、啊、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来覆盖它，就是覆盖啊，对，行，哎，好嘞，可以啊，哎，可以，还剩一个了，还有一个，对，一黑一暗沉，斑印瑕疵的朋友们，哎呀，总不能飞过去吧？前面都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你得使个大招，无色界是你的神力，真的，这个前面白色真的是也该放水一下了，是吧？前面都那么成功了，那这个，哎呀，实力不允许啊！哎呦呵。啊，这个哎，我们来补拍一下，你看，哎，这个是不是给摄影老师互动一下？来，摄影老师，好，你看摄影老师放了，哎呦呵，看摄影老师放了最后一个，完美，是不是？可以吧？这就是完美，对不对？你看，完成了，这就叫做这个后期特效的剪辑功效。嗯、好了，这个挑战互动，这个就完全是互动，完全互动是吧？你看，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应该叫做不同的朋友们完成不同的作用，嗯，就像在这个我们的猎鹰当中，各个这个族群都有各个的神力，然后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和一起去攻打那一个我们的这个团结就是胜利，团结就是胜利嘛，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团结之后就把这些问题可以解决掉，解决了，所以 OK 算挑战，轻而易举解决，嗯，轻而易举，真的是我们真是每次互动都是成功的，所以这个也算成功了，OK 来吧，我们回来。哎回去了，这是回来领赏了啊，太好了，来吧，这一次我们渐入佳境，渐入佳境，第三枚勋章就完成了，哎，是漫入佳境啊，第三枚放在里面了，好 ，OK， 好了，勋章解锁就代表着又要产生一次福利放送了，嗯，来吧，这一次呢，我们要抽出这位家人获得的依然是我们的欧诗漫热销新品免单，还是那句话，右上角点击参与免单抽奖，看一看稍后会是谁获得。不要忘记，如果你中奖的话，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去兑换这一份礼物。如果说没有抽中的朋友们，也不要灰心，稍后我们还有免单的环节。嗯，但是此时此刻你要记住一个重要的这个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三条不同的产品线当中，都有大家可以安心又可以让你非常去安全使用的核心的功效的成分，就是我们的真白银 Pro。真白银 Pro 呢，这就是我们欧诗漫主打的一个可以说让你健康美白的一个应该叫做我们的核心成分。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再获得一份我们的清鲜礼物的话，来吧，我们在公屏上打出真白银 Pro， 真白银 PRO， 真白银 Pro， 我们的欧诗漫所有的核心产品当中的核心成分都有真白银 Pro。 我们接下来会通过截屏的方式随机来抽取一位家人或为大家送出这一份清签翻倍的礼物，好吧，翻倍，好吧，其实公屏上除了可以打任嘉伦还可以打真白银 Pro、真白银 PRO， 好不好， OK， 好了，当然呢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开场说到今天的直播间不大一样，是因为我们变成了一个科学实验室的感觉。多久没有做过实验这件事儿实验啊，
好问题。最近这几部戏里面也没有做实验的这样的戏份吧？应该不是上次做实验的时候，应该还是上次吧？还是上次、嗯、哦。那这一次我们就来做一个实验吧。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带着嘉伦在现场完成一个，应该叫做成分变化的实验。哦 ，OK。因为其实呢，我今天才了解到，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人在皮肤变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催化剂叫做酪氨酸。酪氨酸。对，这一个呢，其实要说到了这个酪氨酸酶，它其实是个催化剂，酪氨酸酶。嗯，酪氨酸酶其实它是让你的黑色素催化它，让你的皮肤变黑的一个非常讨厌的东西、嗯、今天呢我们要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看它消失，对，怎么样让酪氨酸酶消失。那我们也请上了一位非常厉害的这个我们的科学家啊，他呢也是我们的工程师，来自于我们欧诗漫研发创新中心的工程师西楼老师。欢迎西楼老师。西楼，西楼，我们接下来要这个西楼老师已经来了，到这边了是吗？对，我们换到这边实验台来了啊。你在中间，嘉伦在中间、啊、因为你还要辅助于我们的这个老师一起来完成这个实验。哦哦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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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这个名词的，我刚才完整的再来读一次，叫做酪氨酸酶的实验，对吧？对的。那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行，好的。嘉伦好，主持人好，老师好。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实验的步骤。好。对，那个首先我们会在这两个试管中分别加入多巴溶液。多巴溶液是什么？对，多巴它是多巴是多巴胺的朋友吗？合成黑色素的一个底物原料。哦，对，然后会加入我们的酪氨酸酶溶液。哦，它可以催化黑色素的合成。哦，对，所以说酪氨酸酶是一个催化剂。对，催化剂。哦，然后我们会在其中一个试管中呢加入我们的真白银精华。嗯，另一个试管中呢会加入水作为对照。哦，就看一看这个皮肤是怎么样变颜色的，是不是？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第一步要来进行的是。好的，第一步我们要。加的是多巴溶液。哇，这个真的是我忽然问了，想戴个手套或者是不是？我怎么感觉好专业？哇！哦，这是多巴溶液是吧？对的，这是我们的这个变黑的原料。对，就这个变黑是吧？对，让它消失，让它就是让它颜色，它一会儿它会变颜色，对不对？对。好，好，接下来加入我们的真白银精华。好，这个让嘉伦来。我来拆啊，你来拆是吧？好，没事，我来拆吧。行，好的，辛苦嘉伦。我这不天天拆吗？不能说天天拆了，用完就拆，用完就拆一盒。好，对，来，这是一个全新的。为什么要让嘉伦亲手来拆？而且是全新未拆封，就代表着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任何改编我们里面的一些元素，就是完完整整你使用到的，各位家人们拿到的我们的真白银的我们的精华就是这一瓶，所以呢，完完整整的让你见识一次它的变化。好的，我加那个对照组。那我们加的是什么？真白银。什么意思？我加这个再加一磅是吧？对，满满的一磅。满满的一磅，对的。好，你加那个。好，我来加对照组。老师加的是水是吧？就是没有我们的真白银 Pro 成分的干净的水，看一看一会儿颜色的变化。好，哎，接下来要滴在里面，满满的滴进去。这就是我们正常的使用量，平时你使用的时候也是满满的这样一磅。看一看这一磅的变化会是什么？好嘞，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老师？最后一步我们要加我们的、还没完是吧？溶液哦，催化剂还没来呢，这是最关键的。我就说不会吧，这个实验看起来没有变化。嗨，这个是让我们的皮肤颜色变化的最讨厌的东西来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酪氨酸酶。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颜色的变化了。好，拿个板。嘉伦，要不要把它给加？哇、哦，都不用，我们要也摇一下吗？还需要？让我们的嘉伦一起晃一下吧。摇一下，把它摇均匀。摇匀。哇，哎，很明显的颜色已经不一样了。是的。哇，这两个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嘉伦，你来描述一下吧。看到它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太明显了，就是太明显了。那我们让西楼老师，如果用你们实验室的描述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结果？就是我们对照组中，多巴它在酪氨酸酶的催化作用下，嗯，会变成这种棕色的多巴醌。这个就是变化之后的棕色的多巴醌是吧？对。好。然后我们的真白银精华，它是可以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哦，所以就是没有这种颜色的变化，它还是这种乳白色的感觉。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变成是说反映在我们皮肤上？如果说没有用真白银精华。Pro 真白银 Pro 的成分的精华的话，你的皮肤就会变成这个颜色。对，一定要用啊！你看，接受不了，一看就接受不了。这个变成棕色，有点太吓人了。幸亏一直在用、啊，幸亏一直在用，不然现在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哎哎，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嗨，
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成分，这个成分如果用专业的实验室来介绍的话，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成分吗？我们的真白英精华里面，它含有真白英 Pro 加包裹型的377，以及光甘草定，它可以拦截致黑信号的同时，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因此可以有效的减少黑色素的生成。你看，既然说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刚才老师解释这么多专业的名词，可能你们跟我一样一个都没记住啊。但是呢，介绍完是为什么？告诉你，如果说想要得到刚才我们的实验室同款的真白英精华的话，就去拍组合一就对了。刚才老师介绍的那些所有的科学成分都在我们的这个组合一当中，就是我们的真白英精华，里面就有我们的真白英 Pro， 当然呢还有我们的组合三里面也是嘉伦每天在用的安心小白管，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真白英 Pro 的成分，那个是便携装哦，大家如果说你想带到去旅游也好啊，去工作也好，不用托运的话，那个非常的实用，组合一和组合三去了解一下。好了，接下来可以放回来了。哇，神奇的实验，这就是一个，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太直观了。对，而且你看，放的越久，它时间越长。是的，那个颜色越深。是的，是的。谢谢修老师的，谢谢修老师，谢谢。好嘞，谢谢。来吧，我们接下来做完实验就要回到我们的课堂里来了。又获得了一枚。哇，是不是又获得了一枚？哇，手艺人发光吧，手艺人。第四枚勋章了。耶、yeah。其实说白了，你看。虽然说我们用这个还原到了一个大家其实看到的可能平时看不到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应该叫做欧诗曼研发中心当中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实验过程，但是其实我们的真白英 Pro 在研发过程当中是经过了不同的工程师用很多专业的实验才得到了这样一个让你安心的一个成分。当然呢，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组合三当中，如果说你想用到我们的安心小白管的话，两套组合可以得到240支我们的安心小白管，就可以获得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完整一套已经跟大家呈现出来的我们的勋章组合，同样还可以获得我们两个可以像记事本一样的我们的磁吸冰箱贴，都在我们的组合三两套，如果你拍两套就是240支，可以获得我们的额外加赠了。好的，怎么样，做实验还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对对，我觉得做实验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参与了之后很多东西显而易见，对，非常直观的，你能看出它的一些变化或者它的一些组成啊，是不是什么的。对，你看，其实说白了就是用这样最简单的方式，但是其实它里面背后是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我们感受不到的科学成分。对对对，过程嘛，过程，过程，过程还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拍戏的过程，你最近最享受的过程是什么？最近最享受的过程，带我想一想，就是过生日了啊！哪天下午起码可以休一下。对对对，就有一些戏演的确实可能跟不同演员演的时候，可能带来的新鲜感和一些。和一些想法上的一些讨论碰撞吧，还是让我觉得因为正好也碰到了以前合作过的一个老师哦，然后我也那就下次来对，其实他会遇到这样的事，就是以前我就觉得比如说这位老师演戏就非常的让人觉得非常的认可啊、哦，很厉害，非常的就是在我们认为的这个可能表演方式里，他总是能想出更多新鲜的东西来。然后我们可能时隔了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又碰面的时候，我知道是他来。然后来的时候，我就万分的期待。我觉得这个角色让他演的一定是非常多的想法，并且给我们非常多冲击力和感叹的一些表演方式。然后。确实就是这样。你说的是正在拍的这部戏，还是已经拍完的那部戏啊？就正在拍吧，正在拍已经拍完那部，已经有很多的收获了。哦，对， okay、收获已经非常大了。那部戏好，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如果这部戏上映的时候看一看这个跟这位老师合作新的碰撞。对，这位老师可能是差不多快一年半多之前合作的吧。还都知道是哪部戏，他的名字想必是三个字吧？哎呀，两个字，两个字哦。好嘞，好。哎呦，我在干嘛呢？到底是谁？大家自己去这个，到时候解读一下就好了啊。OK， 好了，还是那句话，其实要说到了这个角色为什么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有一些新的碰撞，会有新的一些升级，会有新的体验，这也是在慢慢打磨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我们的真白英，你看从真白英变真白英 Pro， 变成现在不同的对于肤质的应该做科学精准的去养白的过程，那这也是对于欧诗曼来说也是一个慢慢打磨，也是慢慢去进步的一个过程。就像大家看到的嘉伦一样，在每一个戏当中其实看到你都不一样，
这也是慢慢的让自己去进步，慢慢去修炼的一个过程。嗯，这也是欧诗漫想让大家在养肤的过程当中，让你们知道，其实对于不同的肤质，也是慢慢去打磨皮肤，慢慢让皮肤享受变白的一个过程。嗯，好吧。那既然说到了今天的这个这么多的周边，也说到了在剧组里的生活，如果说让你在剧组里带走今天的周边，你想带一些什么回剧组？带走一个周边？对。哇，选择一下这么多周边的话啊。我其实也非常想带这个徽章，啊，这个勋章其实特别棒，这个勋章其实是属于你自己的，它是可以，哦，它可以，我就放在我的衣服上，对，就是哎，你看，让每天开工前放在我的衣服上，读给自己听，读给大家听，对，要不然就是冰箱贴，对，冰箱贴我觉得很实用，对，那个写字的也好，啊，对，都放在我的冰箱上。我跟那位老师有了新的灵感碰撞啊，就新的哦，他有这样子的研发，我也可以尝试。主要是你看到了他这两年不一样的一个进步，之前表演的是什么样，后面又有一个新的表演方式，所以这个还是很兴奋、很惊喜的。所以你看，其实这就是英雄惜英雄，看到了好朋友的进步，自己也会觉得哇，跟他有可以新的一些尝试、一些碰撞，对，非常的有力量。哇，所以你看。既然说到了这个陪伴，既然说到了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少不了一路陪伴于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再来一份福利吧，因为第四个还没送呢。哦，是吗？好吧，来，再来送一份吧。接下来这一个也要送给各位一位送到一位家人的手里，就是我们的这一份欧诗漫热销新品的免单。还是那句话，点击右上角参与免单抽奖，稍后看一看这一环节当中送给你的礼物是不是你？好吧。好了，今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啊，跟嘉伦在现场一直是以我们的应该叫做精准养白的实验方式，去探索了新的欧诗漫，那当然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探索互动解锁完成了，对，回忆一下吧，这一次其实从我们的这次直播之前放出的物料 TVC 也好呀，还有大家看到的周边的预告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应该叫做新的一次体验，有没有一些回忆跟这个珍珠爷爷在拍那一部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珍珠的这个短片的时候的回忆？确实，首先觉得珍珠爷爷拍那个片子非常的不容易，他也跟我们一样体会了一天的拍摄的过程，拍了完整，对对，他也反正珍珠爷爷也非常不容易的走了一遍这个流程吧，然后这跟拍戏一样是要一点一点去拍，确实分镜头不停的拍，对对对，然后我也跟爷爷有一个对戏的过程了。哇，两个人在这先是擦擦手，泡完了茶，然后开始提问问题。对对对，是是，然后站在水边，这个反正整个过程非常不一样了。然后一起去拍摄嘛，然后一起对戏，对，然后一起拍摄完了下来坐在一起休息，然后一起被叫到现场，就是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哇。你看，这真的是又是一次不一样的回忆。对，我跟珍珠爷爷又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经历，对不对？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个事情，可能对我来说是我的日常，但是对珍珠爷爷来说，可能是他的第一次的参与。对，这样子完整的一次，这样子应该叫做拍跟嘉伦的拍摄。对对对 对, 对。哇，你看，这也是跟大家放送的一个新的物料，再给大家透露一下，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见到的嘉伦的物料，比如说刚才我说到，好像我们新出了一个紫色系列，对不对？还是个绿色系列，对不对？好像是不是还有一些不一样的物料没有放给大家看啊？是吗？我们卖个关子啊，是不是？当然，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官博，到时候会有不同的嘉伦给大家产生。当然还是那句话，今天呢，我们的欧诗漫既然说到了不同的颜色，也是我们今天的科学理念，叫做精准科学养出国人健康白。总结一下好了，刚才我们的白色系列是对于大家来说是要给大家这个淡斑淡印系列，那我们的这个紫色系列叫做安心焕亮系列，就对于敏敏级的朋友们，那当然我们的油性朋友们就是我们的绿色，对，绿色控油透亮系列，根据你的肤质可以健康的去让你的皮肤变白的过程，并且呢是非常安心的一个过程，不要忘记还有我们的组合三，下单两套我们一直提的安心小白管，可以让你又便捷又健康又方便的去让你的皮肤变白。接下来来吧，福利还没完，还没完，还要加倍。来，我们其实开场就说过一句话，今天呢其实在我们的整场直播当中实付金额最高的那一位朋友，我们要送出一份大礼送他去你的老家。哦，送他去我的老家，去青岛，让他去青岛玩一趟，并且呢，我们是双人往返机票。哦，你带上你的
啊，朋友，带上你的小兔卡，家人，一起去青岛，这样子好了。我们来认真介绍一下这样一个活动呢，差不多价值，我们换算下来价值10000元左右啊，就是欧诗漫送给你的一份礼物，并且呢要注意兑换时间，听好哦，是在2024年6月30号之前。如果说在这个时间当中你没有兑换的话，它就作废了。所以接下来嘉伦要不要去给你的家乡再打个 call？ 打 call， 因为这位朋友要去你的家乡了。哦，嗯，6月30号。六月三十再兑换完了就去了，他自己可以选日子哦。其实对于青岛来说，像5、6、7月份就是去青岛旅游的最佳时刻。我们去干嘛呢？在这个季节，其实没有那么热，没有那么冷，然后你即便去海边或者去爬山，其实相对来说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哦、除了不能洗海澡之外，其他的体验包括。它有像八大关这样的一些可能一去就会被吸引的这些散步的地方、嗯、然后也会有像什么信号山啊或者崂山这样让你在可能高处可以欣赏到非常多景色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这样一个景点吧、嗯、对，然后也会有很多美食啊，海鲜啊，包括可能喝啤酒啊，吃嘎啦、啊、对对对、啊、然后无论是美食啊，景啊，包括青岛人的热情，我觉得都值得大家一去吧。是、嗯、你就会一到青岛说怎么遍地都是任嘉伦啊，啊都怎么热情啊，是吗？怎么这么帅啊？啊，如果真是这样我也要回去了。哎，多久没回去了？一直这段时间都 在、啊、上次回去的时候好像还是上次吧。上次还是上次。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问一下好、哦、很多人说嗯差不多、嗯这部戏应该上次你就有说到差不多在5月6月就要杀青对吧？嗯，这部戏吗？这部戏啊差不多吧，6月多吧，6月左右、啊、那接下来是要回家沉淀一段时间吗？看看后面的安排吧。喂，看看，对对对，看看后面的安排吧。所以说是要休息，小休息一下就可以沉淀，就有这个沉淀的过程，一定要沉淀了，一定要沉淀了。对，如果没有这个过程那就继续工作了。哇，这就是个开放式的结局啊，是吧？哇，很开心吧，什么也没问出来。啊，嘉伦每一次的剧一样，都是开放式的结局，大家所有的弹幕就是哎，自己想想吧。对对对，说了仿佛也跟没说一样。说了大家就觉得如果哎，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他说了什么？嗯，不知道。好了，但是接下来这件事情你要非常的确定了，好不好？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每次来到欧诗漫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们给了一个麻袋。嗯，让你在现场把能装的礼物全装进去。嗯嗯、是，今天呢，来吧，我们不用麻袋了，我们这一个周边，我们用小推车来装。现场，我们给嘉伦15秒的时间。等会儿，干嘛？你先说，你先看好啊，我先介绍、啊。你先说，你先说啊、你要认真听好啊。上次还问我们说现场电视机怎么装的，那这次我们要认真介绍这个区域以内的啊，就是在我们直播间以内的区域当中的周边啊，你能装的。都装在里面，我们稍后就把这一份礼物加棒送给那个我们刚才送去青岛那位朋友。等会儿，而且那位朋友呢，你先看着，我还说那位朋友其实你还可以获得我们很多亲签的礼物，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亲签的礼盒啊，还有亲签的周边。当然这个礼物是嘉伦现场、我们刚才开场就说了加倍给大家的。想好了吗？装什么？等会儿，等会儿，就这个往后是吧？你如果能把这些塞进去，那也行。就所有的周边，对周边，那也没什么东西啊，还有我们的产品啊。现场产品可是非常多的，而且我们这次产品呢，我们没有贴胶哦，你只要能拿到的、能装进去的，就全塞在里面。哦、好吧。来吧。我们先那个活动一下啊，活动活动筋骨，先活动活动，活动活动啊，活动活动活动。这个嘉伦同学又要开始给大家使用他的一些神力了啊！嗨、先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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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们就是15秒的时间。这个计时什么时候开始先活动，我也不大清楚。哥，你干嘛把这个车离我推的、哎、推的离我那么远、哎他？他自己怎么又动了呢？对对对对对，先不急先不急先不急。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样的功效？哇天呀！哥，你还有一个产品介绍，好，我还有一个介绍，就是说各位，你们如果去青岛的时候，可以带上我们的安心小白管啊。这个时候呢，又便捷又好用。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看安心小白，对对对，哥你说的对，是安心小白管，说的对说的对说的对。这个3号链接当中。下单2套，你可以获得非常多的周边。所以各位呢，你看看这个15秒，我们是要正式开始了吗？没有没有，你还没念完，我都没听懂。哦、你没听懂刚刚那？你还在观察是吧？对，还没听懂，还没听懂。那各位呢，在我们的3号链接当中呢，安心小白管，你可以下单2套的时候，可以获得我们的2个磁吸冰箱贴，像小白板一样很实用，还有我们的1套徽章完整版。现在品牌的朋友们说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好了，你在干嘛，哥？你在干嘛？
到现在我也没听懂你在解释的什么。我在解释的就是，你看我再解释一遍，各位，在我们三号链接当中，如果你下单两套那个奖杯，我觉得其实就不用了吧。那个就是奖杯，就是还是我们要拿回公司的。这个如果你收到这几个证书的话，请麻烦你回寄回来，好吧？啊，这句话剪掉。好，这啊还是那句话，下单我们的三号认真奖三号组合、安心小白馆两套，几号几号几号冰箱贴？三号。对，两个冰箱贴跟一套我们完整的徽章。哦、好吧，三号。哎，接下来我们是多少秒来着？啊，是15秒是吧？你再说一下规则，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规则就是接下来呢，嘉伦呢会推这个小推车，在现场装一些这个可以送给各位的，给那位去青岛的朋友们加倍的礼物。好，接下来我们15秒开始倒计时，好不好？等会儿你可以做个热身啊。我热身就是好，那我们就是好15秒，来，好，准备好啊，来15。哇，15秒开始了，这就不行，太快了，你数的太快了。我好像你把直播间都装进去了，真的是。你数的太快了，哥。12，你数的太快了。12，这个可以。11，哎，我给你点空闲的时间，来。哎呀，10、9、8、7、6、5、4，还有坐垫呢。3，可以，还有靠背呢。可以。2，可以。谢谢你还给我、哎、算了，这个就是我的了、哎、好，行，哎，各位老师给一个全景好吗？好吓人呐、啊，什么都没了，你真的太吓人了啊！主要是这个箱子这个周边特别好。我做直播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在直播没有结束的时候，现场和拆解一样。哇天哪，嘉伦合适吗？这样合适，主要这个周边的这个行李车啊，特别的合适，它能装下这里所有的东西，而且真的，哇天哪，满满当当。好，对，那就是我们是当真哦，这个礼盒也都会填满是吧？当真、啊，不好意思啊，那谁的手机也送出去了啊？那个手机就算了，这个手机我们拿着，就是我们的证书跟手机就不送了，我们送的还是这个我们的欧诗曼的产品，好不好？好吧，哎呀，我觉得如果这个车子够大，你真的把所有的景儿都装进去。可以慢慢来嘛，也不是不行是吧、啊？可以慢慢来。哎呀，行吧，好了，行吧。这一份礼物我们真的当真了，除了里面的证书，还是要认真的讲啊。除了里面的证书跟手机之外，我们嘉伦装进的所有周边，包括这个礼盒，我们把礼盒填满，送给那一位我们送去青岛的朋友，让他带着这些所有满满的我们的祝福，去到这个应该叫做嘉伦的家乡，跟大家介绍嘉伦的同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欧诗曼的热情，好不好？好了。接下来既然这一份礼物送给我们的那位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份礼物的话，可以去拍我们的组合三两套，我们的安心小白馆可以获得我们的两个冰箱贴加我们的一套徽章，各位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组合，也可以让你带着它去往世界各地。好吧，好，这个礼物来吧，我们先放在这一边。哇，好沉呐、啊、我才发现，我天，证书沉。嘉伦，你这几年跟欧诗曼真的是学了不少招呀、可以吧？可以，欧诗曼让我成长啊，让你成长。所以接下来欧诗曼当然也少不了一份礼物送给你。来，我们交换一下小推车、这一份是我们今天所有介绍到的我们的欧诗曼的好产品，包括新的周边全在里面了。谢谢，来交给你。谢谢。这份礼物就是今天你可以拉着它直接回剧组。哇，我这上面还有空，其实我还能往里装。你还想装点啥？你把我装进去吧，要不真的是、啊。好，盖起来了哦，这是来欧诗曼送给嘉伦的一份礼物。谢谢，好吧。好 ，OK， 这份礼物收到之后，那当然你要送点这个祝福给大家了。其实很多家人们都在这个看我们的直播，而且还说，还是那句话，提醒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要多多的休息，要开心，要快乐，要放轻松。然后呢，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对家人们讲？其实我为什么一直在重复嘛？嗯，是重复的原因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重要。对啊、可能有些人，有一些朋友没有遇到一些事情，或者还没到那个阶段。嗯，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健康、快乐、像平安、哎，这些都是最最重要的，然后一个都不能割舍。哎，我们开始把大喇叭拿来了，公主们，听一下啊，听一下，认真听啊，听一下，健康、快乐、平安。对，慢慢来嘛，慢慢来。还是那句话，其实好多家人们在看直播，有好多家人们在我们的官博下留言。其实有一位朋友，我家人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特别温暖啊。他说他其实因为你，让自己就像这个看到烈焰当中的这个五更一样，慢慢慢慢的打怪，慢慢慢慢成长。他其实有说他自己不是一个
非重点大学出来的学生，但是他通过自己的不断的打怪努力去考到了211重点的研究生。他说因为你的剧给了他很多力量，让他可以去像你在剧中的角色一样，像你一样慢慢去打磨自己，慢慢的让自己去靠向自己更像想向往那个目标。他说他因为你他做到了。哇，我觉得这就是双向奔赴的意义。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所以每一位家人不要着急，就像我们的欧诗曼一样，慢慢来，用50多年的时间打磨自己，像嘉伦一样用10多年的时间慢慢打磨自己，对于每一个角色慢慢的去变得更加精进，更加的优秀。所以要送给最后的掌声给嘉伦，给我们的欧诗曼。谢谢每一个在不同领域当中为自己发光并且精准的找到自己特色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希望嘉伦也可以更加的健康，更加的轻松，期待着那一个背影之后看到更多的你的角色。好，好不好？好，再次谢谢各位了。还是那句话，不要忘记我们的应该叫做科学精准养白的好朋友欧诗曼，以及我们慢慢打磨角色的任嘉伦。我们下次直播间相见喽，拜拜。